生存活来，死往何去？但是死这个事情你还没去解决。人的基因基本条件能够活到1000岁，不到开悟你不能停手。诽谤你，打击你，你就珍惜这个缘，有感恩这样的人，最后就圆满了。文化大观园七月之旅，我们一起参访名山古刹。传说中吴王夫差与西施的行宫缘何化作千年古寺，又如何成为近代高僧印光法师的弘法之地？灵岩家风独树一帜，僧人不墓园，不传法，不收徒，不讲经，能否回归修行本身？文化大观园七月特献《问道高僧》，灵岩山寺正在播出。在距离苏州繁华忙碌的都市，仅咫尺之遥的灵岩山上，有一座清静简朴的千年宝刹，它就是灵岩山寺。这一次文化大观园摄制组便寻它问道而来。灵岩山虽然并不高，但要爬到山顶也要费一番功夫，因此经常会有人想要为灵岩山寺修建一条缆道供缆车通行，然而灵岩山寺却总是拒绝这份好意。这之中蕴藏的智慧，或许是告诉人们凡事要通过努力方能抵达，又或许也是为这座寺庙保留一份宁静。民国初年，一股心无旁骛的道风在灵岩山寺生根发芽，至今这股道风已经传承了将近一个世纪了。它的兴盛源于灵岩山寺与一位高僧特殊的因缘，这位高僧就是与虚云、弘一、太虚并成为民国四大高僧的印光法师。在灵岩山上最神秘的地方，便是这掩藏在树林中的塔院了。这里供奉着印光法师的灵骨，我们到达灵岩山寺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到这里去拜谒一下印光法师的舍利塔。可是平日里印光塔院并不对外开放，我们今天能不能如愿，还要看有没有这份佛缘了。葛老师，这个前面就是印光塔院是吧？哦，在这个墙里边，真正的正门的就是正门在那边。哦，这里是古不开的是吧？这里就以平常不开，一般的就是女孩子啊穿裙子、穿短裤，就是我们男同志穿短裤都不能进去，都不能进去，这不进是吧？一个是不进，你亵渎那个。亵渎这个像对印功在里边是吧？舍利子的塔在那。对。哦，寺院城防古规，游客止步。有的不对游客开放，但是三宝弟子拜塔的时候开放，他们不知道。哦，他们不知道。那我们现在怎么进去呢？哎，我来。哦。明言师啊，明言师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打扰打扰。印光法师于1940年在灵岩山寺西逝，世寿80，僧纳60，涂皮后示现舍利千余粒。在明远法师的带领下，我们进入到了印光塔院，眼前的这座大殿中便供奉着印光法师的舍利塔。阿育王塔的形制，是吧？啊，阿育王塔的形制，舍利塔都是这样的，都是这样的形式啊。先给大师那个印光大师拜。好。来，传说中吴王夫差与西施的行宫缘何化作千年古寺，又如何成为近代高僧印光法师的弘法之地？灵岩家风独树一帜，僧人不墓园，不传法，不收徒，不讲经，能否回归修行本身？文化大观园七月特献《问道高僧》灵岩山寺，稍后继续。
传说中吴王夫差与西施的行宫缘何化作千年古寺，又如何成为近代高僧印光法师的弘法之地？灵岩家风独树一帜，僧人不墓园，不传法，不收徒，不讲经，能否回归修行本身？文化大观园七月特献《问道高僧》，灵岩山寺正在播出。1937年，南方抗战风起，苏州沦陷。在众多弟子和友人的力劝下，当时正在苏州城内的印光法师移居到灵岩山寺，从此再未离开。今天，灵岩山寺东侧的这个小院仍按照原样保存着印光大师上山后居住的官房。这里就是印祖来这里闭关的地方。那么这里是他的佛堂。这是他佛堂。对。也就是说当年闭关的时候这个门是不开的是吧？对，一般官房嘛，他就是要关起来的。就他在闭关的这个时间里头他是不出来的。不出来。外头的人也不进去的。对对对。那他和外头的人之间的来往，比如说他吃饭怎么办呢？吃饭嘛，有侍者从这个仓库上给他送进来。印祖他是不出这个官房门的。在灵岩山寺的闭关中，印光法师度过了自己最后的三年。民国29年，80岁的印光法师去澡堂洗澡时，脚步稍急，摔了一跤。虽经检查并无大碍，但他开始挂念灵岩山寺久无方丈，嘱托择日为监院妙真法师举行升任方丈法会。法会的日子，众人选了2次，大师都说太迟了，第三次才得到应允。没想到，妙真担任主持后2天，印光就到了弥留之际。那么这个房间也是印祖当年在这个房间作画的地方。他最后也是在这里作画。对，在这里作画。作画生息在这里。对对对，他作画的时候就是十一月农历的十一月初一嘛，稍微身体有点不舒服。那么后来十一月初四早上2点多圆寂的，好像。他好像事先有感知，把大家都召集了，布置了好多的这个生前身后的事情啊。对对对，把这个妙真老和尚召集过来，他说，叫他要维持道场。不要学打派头，要弘扬净土。还说了这个净土法门这个书生，他说净土法门别无奇特。只要恳切子诚，无不蒙佛接引。叮嘱完僧众后，印光法师及嘴唇微动念佛，凌晨5时就在大众的念佛声当中安详生息。因为一生力产净土，印光法师被后人尊为净土宗第13代祖师，灵岩山寺也成为了近代中国佛教净土宗祖庭。今天灵岩山寺的住持已经92岁的明学法师，当年便慕名而来。明学老和尚，您老人家好。老人家是什么时候来到灵岩山的？1947年。1947年。那那个时候印光老和尚好像也……印光法师1940年往生的。对，他也已经往生了啊。我也开了印光法师的文钞都开过了。就是其实来灵岩寺之前，印光法师的文钞您都看过的。你也就是因为向往这个印光法师，所以你后来就到了灵岩寺来了，从老家。从小就200多去净土法门。那么另外现在也是印光法师参拜，然后再去净土道场参拜净土道场。对。那么另外现在一个印光法师参拜净土，一个他爹就是再念佛，净土法门再念佛，不做什么其他各种精彩，不是把菜放一块当菜肉都不做。当时我也参加，不去做金钗，不做金钗。他说到另外这里，这样做金钗我们不来了。如果要做金钗，你也不来了。你也是反对这个和尚老做金钗这种事，是吧？不是反对啊。那是不是反对？不是反对。我之前嘛是一心念佛，就是不去做金钗。明学老和尚所向往的不做金钗，一心念佛，正是当年印光法师所主张的。印光法师初登灵岩山寺时，针对当时佛教寺院存在的三滥，剃度滥、传戒滥、住持滥，以及一些僧众热衷于金忏不注重实修的弊病，为灵岩山寺制定了5条规约。那这块碑还包着，这块碑还包着在那儿的啊，欧点子碑。是中华民国12年8月15日，不是22年。22，这个对。23年是向政府22年8月15日。
像政府备案的。对对对对。这个是民国十五年开始。开始的，就是。现在五条。啊，我们这里当时归吴县管，灵岩山寺归五条啊，这是上的课程。这个碑现在还在吗？保存保存。在里头啊。看到在看到门口吧，很完整。这五条规约是印光法师佛学思想的结晶，如今灵岩山寺的僧人们仍在遵守。前两条提到，住持只传贤不传法，不论他是天台宗还是灵济宗，又或其他，得贤者只要深信净土法门，皆可来灵岩山寺担任住持。同时，住持论次数，不论代数，以免有高德居庸德之后之嫌。这两条都不难理解，然而第三条所提到的僧人不传戒不讲经，却不免让人有些疑惑了。不讲经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不招外方来听，不做广告，不打海报，就是说某个大法师的灵岩山讲经呢、啊、贴通告，那么这样子就是说十方信众都来，一下来好几百上千人。对，这样子是把我们的正常生活扰乱了。他所谓的不讲经，其实是我们念佛堂天天讲的，就是不招外方来听的，不对外面讲。对对对对，只是我们内部的那一个出家人在这个地方可以天天讲，就是不做广告的讲。不做广告，那么人家随缘来了就随缘听啊。对，实际上外头的人，比如今天我正好碰上了来听，也是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哎，就是不贴海报，哎，不做广告的意思。不做广告，哎，是这个意思。未免为外界打扰，印祖又在第四条规定道。专一念佛，除打佛七外，概不应酬一切佛事。当年的明学法师也正因此才来到灵岩山寺，为的就是一心念佛。然而在灵岩山寺结缘的明学法师剃度却在普陀山的三圣堂，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五条规约的最后一条规定，无论何人不得在寺收剃度徒弟，这条规约下又有着印光法师怎样的苦心呢？那么第五条呢，印祖说这个任何人不能在寺内收剃度徒弟，不是在寺庙里头收徒弟啊，不能收剃度徒弟。剃度徒弟啊，因为你收剃度徒弟，你方丈收几个徒弟，资格收几个徒弟，当家收几个徒弟，那么人嘛总是有私心的，这个是我的徒弟，那个不是我的徒弟，他会有帮派性。对，那么所以说形成帮派了，对。对，所以印祖说任何人不能在寺内收剃度徒弟，那么这样子才保持真正的十方，大家都来自十方。啊，真正的十方丛林。就是这外头来的也不因为你这里头已经有帮派了，然后我进不来，对吧？对对对。然后我里头的帮派弄大小，然后弄众寡，然后对外头的人实行排挤，对，这个在过去很多的丛林里头其实是存在这个弊端的。是啊，所以过去印祖说这个三难不进佛法不兴了。三难就是说滥传戒法，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品质的都可以受戒，那么这样子没有个门槛了就不好。没有门槛，对，那么乱挂海单，就是说有些不受规矩的也把他招进去了，乱收徒众，就是说不管好坏剃了头就是这个和尚就是成了出家师傅了。对，那么这样子这个就提不高了，僧人的素质提不高。嗯，所以印祖啊这个在出家标准里面也特别要求，他说第一要发自利利他的大菩提心的才能出家，那么第二呢要有过人天资，这个人天资很好，天赋很好，那么这样子才能光大法门。这几十年来在明学老和尚的住持下，灵岩山寺一直坚守着印光法师所立下的五条规约，念佛堂每天按部就班的念佛，佛学院每天正时上课，不热衷于香火，拒绝商业。在明学老和尚的极力主张下，灵岩山寺的门票只象征性的收取一元，以方便各方信众烧香拜佛，而这一元也只是为宗教局统计人数所用。传说中吴王夫差与西施的行宫缘何化作千年古寺，又如何成为近代高僧印光法师的弘法之地？灵岩家风独树一帜，僧人不募缘，不传法，不收徒，不讲经，能否回归修行本身？文化大观园七月特献问道高僧灵岩山寺，稍后继续。
传说中吴王夫差与西施的行宫缘何化作千年古寺，又如何成为近代高僧印光法师的弘法之地？灵岩家风独树一帜，僧人不慕缘，不传法，不收徒，不讲经，能否回归修行本身？文化大观园七月特献《问道高僧灵岩山寺》正在播出。在印光法师的护持下，灵岩山寺成为了佛教净土宗十方专修道场，被善男信女尊为东南最大的净土佛地。其实早在几千年前，这里便是被皇族相中的宝地了。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就在这一座山顶上建了一座宫殿，在宫殿里头装了一位美人，那就是西施。后来吴国战败，管蛙宫被火烧掉，成了一个废墟。1600年以前，来自印度的一位凡僧智基在这个地方开山，从此吴王的废宫成为了佛门的净土，才有了这灵岩山寺。历史上的灵岩山寺几经兴败，然而在民国前，灵岩山寺一直都是禅宗道场。1926年，受到住持重修灵岩山寺的真达法师的邀约，印光第一次登上了灵岩山。此时的灵岩山寺正处破败，仅有的几间房已容不下多少出家人。两位高僧决定将这里建立成可供十方常住的净土道场。自此，灵岩山寺从禅宗转为净土宗。他就是两大事业，一个就是创办这个弘化寺，流通佛经。那么第二个就是开办灵岩山房，装修净土道场。这两个是他一生的最大的工程。印光法师一生中多一半的时间都在闭关潜修，在南海普陀山闭关30多年，苏州报国寺7年，后又在灵岩山寺的闭关中度过了自己人生最后的3年。而在他的官房中，一幅死字与他一直相伴。我看那个在印光法师凡是他这个闭关呢，或者是他住过的地方啊，都会贴一个死字啊。这个字是人人很害怕的一个字，他天天陪着这个字，是吧？其实这个死，佛教里不叫死，叫往生。叫往生，就是说你这个身体受完了，再换一个身体，所以叫往生。往生。对对对。那么修道的人呢，印祖说要学道的人念念不忘此字，就是不能忘记这个死字。因为一个人向到死了，你有什么放不下呢？什么也肯放得下了，对，是吧？所以每次警察自己，我都快要死的话，你得好好用功啊，会赶紧积备资粮啊。不会说明天还有明天呢。一方面呢不怕死，因为实际上死是不存在的，在佛教看起来没有死，对，是吧？啊，无非就是往生，生于极乐，还是生到了这个地狱，对，六六道当中啊，对吧？其实死是不存在的，所以想穿这一点，什么东西都可以放下，变得很从容。但是另一方面也时刻提醒自己，其实死也是存在的。就给自己拧紧这个时间的这个表，是吧？是啊，就是要赶提醒自己，警察自己，要赶紧这个修行了，赶紧用功，不要懈怠。所以他在官房里面还贴了一几个字，叫“虚度气色”。他说，因为他70岁的时候在报国寺闭关嘛，他写的“虚度气色，来日无几”，就是来日无多了。来日无多。他说：“如求赴寺，步步进寺，就像囚犯到刑场上一样，步步进士。所以得警察自己，所以说要赶紧好好念佛，求生西方了。弘一大师总结印光大师的圣德说：“大师圣德至多，今且举常人之力所能随学者四端，略说数之。因师之种种圣德，多非五人所可及。今所举之四端，皆是至简至易，无论何人，皆可依此而学也。”这四端，一为习劳，二为惜福，三为注重因果，四为专心念佛。印光大师呢，他一生当中很惜福的。那么有一次听说这个侍者啊，看到他那个馒头有点长毛了，想把他那个拿掉，就气没了吧？那就是气没了。那么印祖呢就是说，
我要吃的，你不能给我拿走的。哦，这不、这不卫生啊，这个会肠胃要得病的啦。但是他可能习惯了，他会稍微把上面的东西弄掉一点，那么他也这样子就是个不浪费东西，非常惜福的，非常惜福。所以他晚年的时候啊，还自己扫地的，不要试着给他这个，好比说生破起居啊，什么都要靠人的，他自己能动的都自己起来扫地，生破起居。那么他在报国寺的时候，听说就是闭关的时候，那个床上啊有什么那个跳蚤啊，什么臭虫啊，那么后来有同参道友嘛说，帮你换换这个褥子是吧？那么印祖说，他说不要换，他说，过去的高僧大德，可以签单的，把这些虫啊能够签单走的。他说我现在这个道力不够，所以没有把他们签掉。那么过了几天以后再去看他那个床上，果然给他签单签走了。哦，那其实他的道理是够的啊，说明印祖就还是很厉害的，把他签单签走了。印光法师一生对佛教影响深远，他以净土初祖东晋慧远大师为楷模，力阐净土，一力促成佛教净土宗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复兴。弘一法师曾言：“大德如印光法师者，300年来一人而已。”七月里，文化大观园走过了江南的四座古刹，尽管它们不像一些寺庙立于高山大川，又或成为旅游胜地，名声赫赫，但它们有高僧可寻，有道法可问，我们也借此问道高僧系列结得一段段佛缘。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参访了扬州的高明寺、南通的广教寺、宁波的雪窦山寺和苏州的灵岩山寺。中国的佛寺啊，曾经是绝望者逃避现实苦难的地方，曾经是文人学士挥柱弹禅的地方，当然了，更是出家人在这里念经修行的地方，是高僧大德们在这里了生死、探讨究竟涅槃的智慧之地。今天呢，它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旅游胜地，也是佛教四众弟子在这里精神皈依的一方净土。接着为您播出的是山东灵宫今日试点。